中国杂技是最富于民族性的艺术，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，它生存了2500多年。发展到今天，我们的杂技更加瑰丽多姿，以古朴大方的表演风格、清新健朗的艺术格调。 浓郁亲切的生活气息所建成的中国杂技艺术，是男女演员共同辛勤劳动的结果。今天，让我们专程来欣赏一下女中豪杰的表演吧。 我们影片的主角正在浓妆艳抹呢，他们准备用特有的健美和聪慧、风采和功夫，向观众奉献出杂技艺术之花。什么？你说这是临阵磨枪？不不不，这叫业精于勤。 走钢丝，历来以巧难险著称。演员要上下找劲儿，表现高度准确的平衡能力。演员国庆丽、赵福忠，10岁就开始练走钢丝。 走钢丝，在历史上称为走索。早在2000年前的汉代，就有走索上而相逢的记载。2000年后的今天，这两位姑娘相逢在钢丝上。 小赵借助钢丝的弹力表演四面弹坐转体180度，面面俱到，毫不含糊。下面看小国的，这下是咱们电影的优越性。注意了，下面几秒钟，请你睁大眼睛看尖端动作直抵后空翻。哎呀！ 这可是一点儿也不能偏呐！好，落得准极了，连续好几个直体后空翻。 了不起，真是艺高胆大呀！
刚才天津的两位演员走钢丝走得非常精彩。杂技艺术的美就是通过演员运用纯熟的技巧，在剧烈的运动中去表现出人的勤劳、勇敢、智慧、坚毅和乐观。好，请大家看下面的节目。一根绳子怎么会飞旋呢？这是演员全凭腕力的功夫赋予他的生命。在运动中，手时刻把握好旋转的力度、速度和角度。这两位姑娘配合协调，在娴熟的绳技中融进了蒙古舞蹈动作，一招一式看来潇洒飘逸、舒展奔放。这是带绳侧空翻，好，出手不凡啊。旋转的绳子在姑娘手上操纵自如，得心应手。这叫带绳跟头滚毛，一改传统绳技中直进直出的表演。他们俩表演抡大绳，一根十米多长的绳子，绳圈越甩越大，越甩越大。从这柔韧旋转的绳子上，显示了两位少女坚实的腕力功夫。壁画中的飞天充满着神秘的色彩，使人浮想联翩。今天两位上海少女让飞天复活了。
杂技的柔术融进了古典舞蹈，贯穿高难技巧，构成了一幅幅动静结合、刚柔相济、婀娜多姿的艺术造型。两位仙女的造型含蕴着柔轻美，简直把我们引到了神话般的仙境。下一个节目是灯伞，表演者王红。这个节目1982年曾荣获法国明日国际杂技节比赛的金牌。伞和芭蕾舞同样是脚尖艺术，不过灯伞的脚尖朝上。演员王红以高超的技巧，好像把伞变成了一只大蝴蝶，一会儿栖在脚尖上，一会儿又腾空飞舞，风姿神韵，分外好看。嚯，脚蹬双伞，人的神经中枢要同时指挥两个重心，看来这姑娘硬是能一心两用啊。
为灯记又增添了一朵别致的花。这就像神话中的飞毯，魔力就在这个东北姑娘的脚尖上，真帅，不愧是国际比赛金牌获得者，当时她只有18岁。人们称赞他的表演真美，可王红心中的美是家乡的飞雪和那童年的游戏。雪花啊，这大自然的贺年片，带着欢乐和祝福洒落给孩子。是我国民间的儿童游戏，经过杂技艺人的不断加工提炼，创作出一幅声色俱妙的图画。公主学会容易，学精却难。这五个女孩子苦苦地抖了10年，才得到抖空竹的自由。在他们的表演中，不仅有舞蹈身段，还有音乐节奏，格调清新，赏心悦目。精湛，技术全面。他的母亲、外祖母都是著名的空竹演员。今天他是王家空竹艺术的第三代人。抖空竹，连续转身、抛、接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，要求抛得稳，接得准，空竹飞上落下速度非常快。瞧，这反应神了。
变幻不定的舞姿，抖得着魔似的公主，把人们带进了典雅优美的神奇世界。对于美格外偏爱的巴黎人，被五个女孩子独具风格的节目征服了。他们夺得了法国《明日杂技节》比赛的金牌。1984年，第一届全国杂技比赛，英豪荟萃，强手如林。可是金牌只有一块，谁能夺魁呢？这位年仅16岁的河南姑娘孔红文，她表演的椅子顶获得了金牌。腰功、腿功、跟头、顶功是杂技四大基本功，其中以顶功最难。而小孔的椅子顶动作惊险优美，舒展挺拔，有新的突破。椅子顶像孩子堆积木，很不稳固，演员在这种情况下表演顶功，那可是一种力学的艺术造型。请看姑娘独树一帜的绝活，椅背小拐上单手顶倒把。在这么高这么小的地方来一个大动作倒手换把，这可是相当的不易。哎呦，真够难为她的呀。
这是小孔别具一格的拉腰顶，身体都倾斜到45度了，这是多么大的臂力啊，表演干净利索，无懈可击。现在的高度有5米多，人在上面，重心越高越不容易掌握，何况又有自然摆动。注意了，看小孔的绝招，拐子上单手顶，劈砖落卧鱼，再推起。好，这功夫真是绝了。什么？没看清楚？好嘞，咱们把片子倒回去，再看一回。这唯一的一块金牌就是应该属于他嘛，啊，广东姑娘戴文霞的滚杯造型，优美抒情，令人称奇。这么多的玻璃酒杯罗叠成杯塔，单摆复搁在脚上、额上、嘴上，还有手上，
这就够难的了，还要来一个360度的滚动翻身。这360度，说实在的，真让人提心吊胆。人体造型宛如荡漾在碧波中的一朵荷花，但是浮托起这朵荷花的却是它年复一年流淌的汗水啊。年仅17岁的戴文霞用他斟满葡萄酒的滚杯一度迷醉了巴黎人，荣获第5届《明日杂技世界比赛》个人奖第1名。就学上了。我说呀，这可不是一日之功啊！啊！四川姑娘表演的双灯人发挥了杂技的特色和优势，表现出人体的匀称、和谐和富有生气的美。这是平躺拧个720度，接下来就是磨盘转。表现脚蹬平衡和人体平衡的双平衡技巧，要求
配合默契，准确无误，是一个苦难险的节目。四位姑娘齐心协力，苦练出一套又一套人体平衡造型，精巧熟练，出神入化。连翻十二下，好。舞台监督可是个大忙人。好，哎，小李，把大球搬走啊！球推过去，快点换景，使劲拉呀！你们几个旁边练啊。哎，看见小腹了没有？下个节目开始，快快出场嘞。高车踢碗，演员既要控制高车重心平衡，又要把握踢碗的准确性。一次踢上四个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这回是六个碗。真准哎！车骑到大球上了，这招可是出奇制胜的。
大球是滚动的，这车轮也是滚动的，在动与动之间找平衡，哎，这可真够费劲儿的呀。傅修玉不仅骑着高车立在球上，还要表演踢碗、踢杯、踢勺，意境新奇，扣人心弦。简直没说的。大球高车踢碗的真功夫，它的难度恰恰体现了杂技艺术的价值，它给了我们欢乐和愉快。可是作为一个演员，要练就这一身真功夫，那就要经过一番艰苦的磨练了。正所谓要痛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付出千金的汗水甚至鲜血，才能得到它的自由。所以当我们赏心悦目地看一个节目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难只用一句艺高胆大来概括它的神奇和风采了。哎呦，下个节目开始了，嘿嘿。自行车在行驶中保持平衡比较容易，定车不走就难点儿。要是在高台上定车，那就更难了。如果还在上面表演各种平衡技巧，那可是难上加难。这三位来自安徽的演员表演的定车平衡技巧，一套又一套，一套比一套难呐。嚯，跳到头顶上了。
小开花，动作漂亮。瞧，他们自己也满意的笑了。后轮悬空定车，这简直是在向平衡规律挑战呢。请看创新动作，三节人开花，也叫抽梁换柱。哎呦，太惊心动魄了。真会凑热闹啊，也在向平衡规律挑战呢。呀呵，真的鸡蛋嘞。神呢，看样子这二位还想凑凑热闹。好，好嘛，闭着眼睛瞎扔啊。得，全砸了。嘿，转碟是我国一个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节目，演员用持久的腕力和腰功表演出富有东方美的技艺。杭州的吴民，他的转碟在国内那是空前的。吴民说，人活在世上，总得给世界创造点什么。这飞旋的十四块碟子，就是吴民给世界创造的奇观。在第六届国际明日杂技节比赛上，他获得了最高奖赏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。这耀眼的金牌，是吴民手持十四块碟子旋转了十三年赢得的。
看见没有？无名的头上站了一个人，他还要来一个抬腿朝天蹬。哟，这脚上还能加这么重的分量呢？哎呀，这个支撑力可真不简单呐、啊！这是他记忆的又一次升华。注意了，下面还有更精彩的。无名牙咬钢架，托起80多斤重的演员做弯腰雕花，这功夫堪称一绝。是得热烈鼓掌，因为小吴为了向大家奉献真善美的艺术，他的手练功练得变了形，长了老茧，而他就是用这双手为祖国争得了光彩。我们的杂技艺坛繁星闪闪，下面请看一颗山东的明星蹬板凳。
凳是山东传统的灯祭。杂技团表演的灯板凳有许多新的突破，做到灯中加摆、灯中加晃、灯中加转，使这古老的艺术更加英姿焕发，节目更加奇异惊险。板凳加高再加高，动作高潮复高潮，这可是第七条板凳。最上边的演员邓宝金勇敢过人，人称翩若惊鸿。说心里话，能站在这上边就不简单了。啊，还能转体270度。哟，再来个后手软翻，真够惊险的呀。底座演员也较上劲儿了，单腿蹬板凳，再把板凳旋转个360度。哎呦，这气氛可是险上加险，真让人捏一把汗呐。要增加两个演员呢。现在姑娘已经站到第八条板凳上了，做单背吊起单手顶，落汗水转体一周，这可是高难度的动作呀。九条板凳了，哎呦，第十条板凳了，足足有8米高了呀，这可是3层楼的高度。山东姑娘要在这样的高度施展技艺，单飞燕，倒雕花。真够吓人的。这朵红花大概是世界上最难戴的了。19岁的孟燕，她的脚操纵着10条板凳、3个女孩子，一共有400多斤的重量，她还要让这座板凳建筑左右摆动。
高耸的形象，磅礴的气势，把人的力量发挥到多么广阔的领域。下一个节目是顶碗，表演者李丽萍。1983年第九届摩纳哥国际杂技节上，这个节目在所有参加比赛的节目当中独占鳌头，荣获金小丑奖。顶碗新秀李丽萍，年仅15岁，她是我们节目中荣获最高国际奖赏的演员。小丽萍凭着秀丽的身材和深厚的腰腿顶基本功，在顶着一摞瓷碗的制约下，既要敏捷地转腰翻身，又要保持脚上一大摞碗不倒，动中求稳，难中求巧。别看他年纪小，功夫可不小。哟，这一摞碗搬家嘞，到脚上去了。看，小丽萍表演高难技巧脚柱，太棒了！这可是力量、技巧和美的结晶。真是妙极了。
斜叉顶、单腿顶、篓子顶。注意了，下面是小丽萍的绝活，乌龙脚柱，大甩腿转体360度。别忘了，脚上还有一摞碗呢。哎呦，太绝妙了！难怪国内外的观众都为他倾倒。这国际杂技比赛的首奖桂冠，看来是得加在他的头上。就是嘛。国杂技艺术中，车技是个比较年轻的节目。车技的主题是运动，所有的技巧都是在运动中完成，它的难度就体现在动中取静。骑得多么随心所欲，动作干净利落。瞧这动作，没两下子能行吗？啊！
沈阳前进杂技团的车技，表演风格脆帅美，飒爽英姿，气势不凡。在第一届全国杂技比赛中，他们荣获比赛银牌奖。请看他们的高难技巧，四阶人大开花。这朵花真美啊，妩媚中显示刚好，惊险里蕴含从容。下面是节目的高潮，孔雀双开屏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，嚯，十九个人，十九个人在加车，总重量可是一吨呐、啊！这一吨重的分量可够沉的。咱们的孔雀能飞吗？美丽的孔雀，带着吉祥，载着欢乐，乘着春风飞来了。多么绝妙的技艺，多么豪迈的气魄呀！飞吧，姑娘们，新的高度在召唤。飞吧，姑娘们，去攀登艺术之巅。飞吧，中国杂技女杰。